慌不忙不期而遇，千丝万绪留下几句，不问花前日。大人，我知道刚刚你那样做是让他们别嫌弃我，多谢。你顾全大局保护尸体，他们嫌弃你是他们不对。其实我倒无所谓，只要我不嫌弃自己就好了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我说错了？以前的你可说不出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人是会变的嘛，再说了，大人你也说了，境随心转嘛。可是一个人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雨停了，我给马卸一下桌子。哎，雨停了，我们下去走走。这是什么？先苦后甜果，可不是人人都有口福享用的。尝尝。千丝万绪留下几句，不问花前日。你先等等。情不满不悔不已，不离不弃。没骗你吧？确实不错。一生一世落下几笔，不负自己。彩虹。与我同样路赴晴空，与你心灵出昙花中，与我四季与你轻声。大人你想什么呢？我好像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看看风景了。